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不是，这是1500一个的。那么好的东西？对呀，就是佛公人家都只给几百块钱，你自己看。那有时候说价说的太实在了。对呀，说价说的太实在了，然后这翡翠呢就不该这么说，它是不砍价没灵魂，哎，你亏钱他还得给你砍一刀。装错了，这个是装佛的。你那个佛，你只看1000块钱，我都不只看1000。那地道好贵了了，比好几啊，还得吹好嘞，我老爱吹好。特色件，人家那边卖了2000多，我们这里面你看连说话都不说话。能吃好的，能吃好一点的。欢迎盐城彭于晏啊！我们这里面，咱们这里面是从卖高货到现在卖成垃圾货。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你卖高货，他就堆那种青年的货；有的时候你不卖那种青年的货，他是因为找高货。我是国内号高货，海外号便宜货。然后这两个号加在一起。哦，你这个是一个国的号是吧？对，就是杂货。加在一起就是杂货铺。这个东西它不是不能播的。啊？啊，无所谓，就一个小东西夹在那里。上次我是这样放着，或者他拿起来一看，哇！我吓我一大跳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这个东西不能搞的。现在是不是做那个东西的都已经折在手里了？所以说我也不知道。来，第一单给你们弄两个便宜。来第一单，哇塞，这一圈的泪啊！一圈的泪啊、哦！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一整圈哎、啊。那有，你泪太多了，这边。那个一个没有。多少钱一个？这个。第一单嘛，便宜喽。33.8，22.2，厚度8.2，我们这包抛光啊。300块钱。毛货包抛光。实在卖第一单啊。这个来99，有没有大大小小收的？第一单实实在在。99。99人这一个。有对装的大大小小这个生啊。你家这个佛公多少？这个便宜啊。这个也干净。是啊。油油的。昨天晚上的那个姐姐应该买这个佛公，她是不适合奶奶买那种，那种她看不到价。叫出来。29.5是个新粉。33.1。
厚度的话7.1，这个东西有的还是靠怎么说呢，看缘分呢、啊、这个怎么样，有没有大大碎碎？对的，这个也便宜也不贵，这个多少，这个不错啊，就是小一点，比较干净，底妆比较干净，油油的，进货哦，这个300人，这个400人，这个佛光多少？飘花的最漂亮，差不多。飘花最漂亮，飘花的也400呀。啊，小迷弟要不要搞一个飘花的？这个400块钱。这个400块钱，我跟你说。捡漏。我为什么要卖400块钱？27.6。这个是29。7.1。去年卖了，人家给我退回来了，所以说我看着他就好，我就给他。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这个400，有没有大大碎碎要收的来？你说这个你要去其他地方，你这个400块钱的是买不到，这个怎么都找不到的，这个跟你说了。对，如果这个活动你们买回去，谁说贵了，你们随时给我退回来。退回来你看的不是更烦？啊，没办法，你们说贵了是不是？啊，笑死我了，欢迎阿丹。这个400块钱他居然跟我说买不起，我去，你四百块钱买不起，那我就不好意思说了。啊，你说四百块钱买不起，那我怎么说的是啥、啊、说毛线。还有啥话说的，昨天晚上那个小姐姐